首先，我要再一次向查士纳总理阁下以及各位贵宾访谈表达诚挚的欢迎。圣路西亚是台湾在加勒比海的坚实友邦，查士纳总理阁下更是台湾的好朋友，不仅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，也非常积极深化两国的合作关系。这两年多来，有查士纳总理阁下的大力的支持，两国在基础建设、农业、资通讯技术、教育文化以及医疗等领域合作无间，有许多的成果。我们也期待未来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，例如在观光发展上的经验交流。圣路西亚有丰富的观光资源，那么查士纳总理则有航空业跟旅馆业高阶主管的经验，也曾经担任过观光部长。在总理阁下的带领之下，圣路西亚的观光更是蓬勃的发展。查士纳总理先前跟我国的技术团交流的时候，有提到台湾跟圣路西亚虽然是分属东西两半球，但是可以相互合作，成为全球经贸发展的窗口，共创互惠互利新的关系。这一点我们也非常的认同。两国的合作关系要不断的升级，就是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，寻找方向，破化愿景。我们非常感谢总理阁下对两国邦谊的重视，也期待未来一起创造更多的合作成果。最后，请总理阁下返国后带向总督史纳克爵士转达台湾诚挚的问候，在这里也要请在座的贵宾为台陆的友好邦谊举杯。